我是一个年轻妈妈，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不同的阶段，由刚刚识行路到第一日翻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，还有我第一次拍拖，他就是我现在的老公。我们一起了几年之后就有了晴晴，但是我的人生似乎就在这个阶段停止了。晴晴出世之后，我就很难再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，分担家庭开支。我知道我可以的，我知道我有能力做好我的工作。你愿不愿意成为我人生的下一段？